惩罚。玩这么大，你给我拍手！叫叫叫叫！哇塞！不行不行，我这很难。小骗我们，GQ 城市野营第一件事情就是享受大自然，来，很重很重，肩膀要断掉了，对吧？对。但第二件事情呢，很重要啦，就是要来搭帐篷。耶、之前有没有搭过帐篷的经验？很长哎、因为我很喜欢露营，对。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好就是天气，对对，就是这个天气非常适合露营，因为我之前有一次在很像风雨交加的时候搭帐篷，真的是超崩溃。好，等一下要搭的帐篷呢 ，Norten， 听说新手十分钟就可以搭好。来 ，Let's go， go， 就在那边，出发。好啦，我外套脱掉了，接下来搭帐篷，我们进行到营柱的部分。来，对，它就是红对红，然后黑对黑嘛，对不对？你还说你没搭过，你根本就。平常的时候呢，跟两位讲过，今天是邀请你们来体验，就是 GQ 的城市野营嘉年华的 2.0。那各位就是体验一切，消费者会来做一些很多很 chill 的体验。其实呢，露营不是真的这么 chill， 就是露营在野外生活还是会有一点辛苦程度。所以今天呢，在所有你们体验行程里面必要的时候，我就会出现，然后告诉你们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挑战。不同的挑战可能会有相对应的奖励跟惩罚。哇塞，还要有惩罚，玩这么大你给我拍手。好了，来开始吧，开始。好，接下来穿银柱了。好，我来直接拍手呼叫我的舅。好，一二三，舅舅舅舅啊，舅，来一分钟。可以的，我们会使用旧的，旧来旧我们。我去对面，对，好，渡进来，擦我快，够够，擦我，我很用力，好，用力很用力，再来，再给，再多一点，再给，往前。好了，哎 ，OK 了，没有问题，搞定，耶、yeah, ！拍拍拍，敲一下，敲一下，敲一下。哎，我觉得好好搭哦，好快哦，是，而且我们直接挑战完成，现在来领奖了啦，拍手，耶、yeah, yeah, ！谢谢。我第一次搭这种帐篷，感觉怎么样？觉得其实还蛮快的，蛮好搭的。那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最难的地方是这里而已，哦、oh, ，就只有这个扣环，因为它要扣比较多东西。所以其实这个帐篷的话，一个人搭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好的，那直接前进 ，Go。Namaste， 大家好。老师好。我是瑜伽老师红豆。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户外的环境之下做一场很舒服很流动的瑜伽。 Yoga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结合的意思，对，那是什么跟什么的结合呢？我猜人跟大自然的结合，哦，身体跟灵魂的结合，哦，对，鼓掌，是吗？真的。它主要就是讲身跟心的结合，对，所以瑜伽身心灵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身跟心的结合。 OK， 好，就让你的手臂回到身侧，一腿一腿往前延伸，对，可以保持你的下背是放松的，可掌心翻向天空，脖子肩膀完全放松。好，从这一刻起，感觉把你的重量全都交给大地，锁骨宽松的。好，接下来过去，哎，不回应他，怎样？怎样？继续。好，起来，哎、起来呀、不然他不会停的。Come on, man。两位看起来筋骨已经松得很开了。对。然后呢，从搭帐篷到现在，看得出来两位的默契挺好的。所以呢，在
那我先躺着。忘记刚刚动作是什么了。没关系，我反正就我躺下来，你在上面就对了。對来来，躺好了、哦、然后你手扶手扶膝，扶我的膝，然后我吸上我的手。哇塞！你要不要去保护他们？有，可以。手推，一二三，有。有，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成功！下来！哇塞！哎、欸，你好强哦！耶、yeah ，敲一下 ，Yes！ 第二组来，髋骨给我啦！你看到？对，踩这边吗？对，你们把我脚拿去放。好，好。哇、wow, ，一二，哎，等一下。一二三，啊不行不行，我这很难，这是超难的，已经有了。好，手伸直，一二三，手推直，你手要给我，对，对对对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哇塞，耶，哎你好强哦，你也很强，你那个膀胱很稳啊，膀胱很稳，哥我来了，好来吧。上来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脚没办法出力，踩不住他的屁股。老师补一点，好，来来来，脚伸直，脚伸直，脚伸直，老师不要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老师不要走，等一下，怎么我要上来吗？崩溃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男神团体不失败，等一下，我要求位置，老师千万不要走，等一下。哎，老师，老师来，老师来，我左右看，好，往前塞，哇，你厉害！枪在哪？枪在哪？机器人，机器人，你给我下来弄。我给你们一个选择，放弃后面三组，见好就收。收帐篷的时候啊？不是、啊，我们已经可以少收一个帐篷，你小骗我们了，不是？直接出去打人。你跟我猜拳，你们赢的话。就两颗帐篷不用收。好，我赢的话，你们就自己决定要继续挑战，还是要就是去收帐篷。好，好 ，OK， 剪刀石头布，赢了 ，Yes， 耶、yeah! ！我也给你们这么多挑战，所以呢，我接下来要让柏宏去体验询问度爆高的一个疗愈行程，叫做河岸芳疗。哇，哇塞！要去休息了，我按摩了吗？很爽，可以超级大休息。哇塞，这么好！我觉得非常舒服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喜欢按摩嘛，然后还把床搭在这个水里，就会觉得更。靠近水里就会有一种凉意，对，然后上面又有树荫，但是又透着一点阳光，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、很新鲜的体验。如果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话，我可能会就在这边直接睡着吧。我觉得在城市当中啊，都会很需要各式各样的疗愈。其实我觉得露营它就是一个对于繁忙生活的一个逃离，对身心灵有一种更新的感觉，自己能够在。自然里面生活，你可以感受到什么，那都是非常美好的，非常推荐大家有空都可以常常走进大自然啊，然后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。搭的房子现在要来顾肚子，准备来煮饭了。好，食材的话我们到底有准备了哪些，要来问一下我们的节目组。这一次来 GQ 城市野营 2.0 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哦、wow. 因为我们全部都会帮大家准备好送、so. 对，而且我们会跟超强的名店联手打造所有的食材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天下没有白吃的晚餐。哎哎哎哎，刚正想要纠正你耶，想说抓到你的错，来不及、欸、你可以出道哦，机器人真的蛮聪明。好，来我也不为难各位，是直接給我們大家就是玩游戏拿点数啊。我们来看最后各位可以拿到几点，还、啊、可以买到多少东西，好，好不好？为了晚餐要吃好一点，对，认真，加油！
各位看到这一题就是用火柴组成的题目，请各位在只能移动两根的情况下完成这个等式。现在是不均衡的等式，请你们只能移动两根的情况之下让它变成正式的等式。来，我们计时开始，一分钟，移动两根。八。我是劝各位不要往这个方向想。好，我是觉得八和九。我想到了，喂、欸。9-1=8。好了。错。哪里错？为什么这样不行啊？你毁了那个一，它现在只剩0.1。好严格，他赖皮，赖皮，这有正确答案。那你要再多给我们一分钟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要 think out of the box， OK？ 对。英文都出来了。think out of the box， 我现在没有 box 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等一下，七、3+1=4。好了，三、二、一，错。3+1=4啊！移动两根不是减少两根。哇塞，好屌哦！我的斧头在哪里啊？斧头在哪里？拉九，这不是移动吗？它移动到别的等式之外、啊。原本是这样，来，机器人，机器人，你不能看答案哦。5+1=6。六。Oh my god, that's real one！ 哇，我踢倒了。不是，我觉得我答案很好、欸。对啊，我觉得刚刚3+1=4。对。怎么样子？这样子我们好啊！恭喜第一题没有分数，我们来看一下你，不要气馁。好，来吧。来，帮你们把饼干排成这个形状。对，请你们在只移动一个的状况，让它变成一个两边等长的十字，而且一排要有6个。喂，两边等长的十字。是，现在是不等长的十字。现在是5跟6嘛？对，要移动一个。哇靠！好，计时一分钟开始。都是十字吗？等长的十字，移动一个等长十字，一排6个，1234，1234。喂，只能移动一个，只能移动一个。解样机，终于答对了，答对了，不错啦！哎，你好厉害，户外达人还是有户外知识。叠起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在山上肚子always特别饿，我就吃2个，耶、yeah!。过关几点？这个几点？一题一点。好，赞啊！哎、欸，你好厉害哦！所以呢，孔少堂现在是这样子的排列组合，你们可以在移动3个的情况之下，请把它变成倒三角形。他就是男生，他更没有感觉了，是吧？对，吓我一跳！他应该很简单。我看倒数十秒。喂，很严格。等一下，节目组8-7-6。5-4-3-2-1好了，杨少恭喜答对，耶、yes ！哇，获得1点，很强哎、欸，你很强，这个游戏压力好大。对啊，各位看到9只狗，请用只能画3个正方形的情况之下，把每一只狗独立隔开。3个正方形，计时开始。每一只都要被单独关起来。都出这么难的，这谁可以吃晚餐？没有人去吃饭。For your information， 这个是从6岁的动脑教材中取得的题目。3、2，妈妈，我要吃饼，我已经有6岁。0。好，恭喜答错。我放弃了。公布解答：1、2、3。好 ，OK， 是不是心服口服？对，好，恭喜没有拿到点数。妈妈，我要吃糖，我6岁。好，来，再来是这里有五个碗，它会呈这样子的方式排列，请你在只能移动一个碗的情况之下，让它变成这样子的排列。好，你是视觉系的，就是要看到才可以哈。恭喜答对！哇，好强哦！秒答。来计时3分钟开始哦。好，第一题。第一题4个字。
翻山越岭。翻山。返山归一。翻山越岭。翻山越岭。翻山越岭。下一题。床前明月光。床前明月光。下一题。喷火龙。喷火。喷火。喷火。龙。喷火龙。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哇。五个字。火神的眼泪。火。火。火。神。神。的。的眼泪。火神的眼泪。Yes。Yeah。小孩子。小孩子。才做选择。啊。啊，小孩子才做选择。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哇塞，太厉害了。哦。麻辣火锅。麻辣。麻辣。麻辣。火锅，火锅，成功，结束了吗？结束 ，Yeah， 很多题，终于可以吃饭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哇，好真人哦、喔，真的是太倒哎、欸，真的听不到哈、喔，对对对，而且我刚刚有嘴巴很清楚，很清楚是不是，對對對嘴巴厉害，因为它有猪肉又有马铃薯，我们两个都可以吃，那就三点，三点，我觉得烤半斤很厉害，可以烤半斤，嗯，哥。